这是一把清末明初的春季款紫泥瓜楞狮球壶，容量是400毫升，品相非常好啊，有一点这个在窑内的微瑕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可以忽略的。这个地方一个可能类似个工具痕之类的，这入窑的时候，应该是有点到一个小窝一样的。它的底款是真迹石球，还有一处这个壶内底有一点窑裂，只在表面，这个都是可以忽略的。它是个读孔，还有一个在，在盖内沿这里面，一点点针尖大的一个小刻皮。盖款是春山款。刚才说是春季是吧？春山款。它这个春山，有做过洋桶，还有翻盖式子，都是做得非常好，作品不是很多，明初时候的。这把壶就是跟常见的石球呢走的路线不一样，它比较清秀，容量也很适中。壶的呢，这个有一股精气神儿吧，口盖的吻合情况。窑温情况都是很理想的，薄胎，手感轻盈，它的狮钮也是做的比较灵动的。可能是一个，用起来特别满意的，特别让人满意的一把石球壶。